来欢迎戴爱玲，欢迎！哦，好久不见，来来来，我们先站正中间，来，我们先让媒体朋友们捕捉我们的 Hiddle 最大咖。出道二十年，那你觉得你有什么黑历史？黑历史，是你看到自己都会倒抽一口气的那种。通常，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应该应该是身材吧。我觉得就是学生时期到你刚出道，我在 pop 唱歌，到后来发片当歌手，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我自己到现在都还会去听我前面每一张专辑的歌。然后看我过去的，尤其这两张专辑的时候，看我过去的照片，看我自己的影片，我的演出，我的成长，我就觉得会很感动，想说我没有真的没有想到我自己可以，有点感动哎，唱到二十年。妈妈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啊？因为这个造型其实蛮。算是前卫吗？就是你觉得算前卫吗？应该就是平常人没办法染那么白。哦，对呀、啊，对，多次。对，我刚刚在后旁边还在跟同事说，因为我是公主 ，Elsa 也是公主。没有，就是其实回家的时候，那时候还不能以金发示人，所以我就跟家人拍照的，其实都是戴假发。然后我妈妈说为什么要戴假发，我说啊因为专辑还没有出啊，不能给人家看金发。然后把假发拿下来给她看的时候就。我妈很镇定，她是很镇定的头目。我觉得我可以讲实话吗？我说你说啊，不好听我不要听哦。她说我觉得这个金发好像没有那么适合你。我说你不要，我说你闭嘴。但因为我们家讲话都很随性很活泼，但我阿姨家人，我妈妈好像是因为我妈妈比较保守，她不太习惯。但是后来整个成品。照片啊，封面，他就说很漂亮啦、啊。宣传一下专辑还有演唱会的部分，让大家好期待。好，这张专辑是我的第十张专辑了，歌名叫做《不想听见的歌》，3月24号正式发行。主打歌《不想听见的歌》，我觉得我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眼眶就湿了，因为我就会想说，我想象我自己在计程车上，如果会有一首我不想听见的歌。会是什么歌，然后是哪一个阶段的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尤其是前奏跟尾奏噔噔噔噔噔，其实就是对的人的第一句。我也拿这首歌，我跟写这首歌的老师，我的恩师 Keith Stewart， 千年之恋啊，对的人啊，没有他也没有现在的我，我也向以这首歌向他致敬。因为其实听到第一句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尤其是一路可能听我的歌长大的，就会觉得听到我的新歌不想听见的歌，也会回想起自己学生时期、恋爱时期到现在的种种经历，所以我觉得是新歌，但是也会唤起大家很多的回忆。